那么大家来盲猜一下，这是我多少岁的生日？哎，可以把你想到的结果打在公屏上，我看一看。这不我又老了一岁，不过很开心的是，这两年通过制作视频认识了很多朋友，也学习到了很多全新的知识，扩展了自己的视野和眼界，我觉得还是非常开心的。那话说回来，大家刚刚看到的那个片头 demo 是我几个月前在一个 YouTuber 那里学习到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相册效果，特别适合给小朋友或者是家里人制作纪念相册啊、生日相册或者是其他相册。最关键的是制作方法非常非常的简单。好了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这就来一起来看一下滑动相册到底是怎么样制作的吧。首先呢，我们需要一张可以平铺的背景图，也就是可以上下左右拼接但是看不到接缝的那种，比如这里的这张类似纸张纹路的图片，我们将它拖入时间线，然后在右侧的检查器中将它放大铺满整个监视器。接着我们将背景图拉长，然后按 B 键在中间裁一刀，接着转到效果视频转场，在里面找到推移，将它直接应用到背景图上。我们将转场的时长拉长一些，然后滑动播放头就能看到，因为是一张平铺的图片，所以前后两段素材并没有产生割裂感，很像是在一整张纸面上推移镜头，而不是添加了一个转场。这个障眼法就是我们今天要制作整个相册的重点。接着我们选择转场，然后转到右侧的检查器，这里可以设置滑动的方向一共有四个，就像 demo 中演示的那样。至于制作当中我们到底选哪一个，就全凭喜好了。接着是运动模糊，这里可以稍微增加一丢丢，这样在滑动的时候画面会显得更加自然一些。最后就是缓动动画，我们选择缓入与缓出。 OK， 大功告成了，我们来播放预览一下看看效果吧。是不是比刚才更加丝滑自然了一些呢？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添加照片了。我们从媒体池中拖入一张到时间线上，我们将它的长度拖到和下面的背景图一样长，接着我们在右侧的检查器中调整一下照片的大小、位置还有角度，这里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布局，没有什么特别固定的规则。完成以后，我们选择左上角的效果，在 OpenFX 滤镜下面找到投影，将它直接应用在照片上，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很柔和的阴影效果了。那照片我们通常都会有一个白色的相框，所以我们直接在效果中找到 colored border， 将它拖拽到素材上。此时我们会发现照片并没有描边，而似乎是框在了整个监视器上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唯一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。我们回推一下，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我们首先需要右键素材，选择在 Fusion 中打开，接着我们找到左上角的效果 Templates， 在里面选择 Edit 下面的 Effects。如果你看过我之前的几期视频的话，应该知道这个里面的目录和剪辑页是一一对应的，我就不再过多的解释了啊。同样的，我们找到 colored border， 直接将它拖拽到下面的连线上，当它变成蓝色的时候松开鼠标，这样就 OK 了。我们回到剪辑页面，看到了吗？照片已经有一个白色的相框了。那肯定会有人问，为什么我要换到 Fusion 里做这个边框它就正常了呢？这其实是达芬奇和 Fusion 效果之间的一个应用层级的问题，未来有机会我会单独再和大家做分享。那到这里第一张照片的效果就做完了，接下来我们从素材库拖入第二张照片，将它摆放到第一张照片的后面。接下来照片的大小调整、位置调整，包括阴影效果和之前都是一模一样的，当然还有在 Fusion 中添加边框，我这里就加速演示了哈，大家看一下过程就好。 OK， 完工以后就到了最关键的步骤了，我们按住 L 的键，将下面的背景上的转场复制一份到上面的照片上。这个时候我们来播放看一下效果，是不是已经有一丢丢感觉了呢？但还是缺乏 demo 中那种前后景移动时候的视差效果。那这个做起来就太简单了，我们只需要将照片的转场部分向后拖动一丢丢，就可以了。这样我们再来播放看看效果吧。是不是就是这个感觉呢？那这就是滑动相册制作的最关键的步骤演示了。当然如果你希望像 demo 演示的那样在一个画面中有很多张照片的话，我们只需要重复刚刚的步骤就可以了，只是向上多添加几条轨道而已。例如 demo 当中的时间线，我做完以后是这个样子的。好了，那么这期滑动相册的效果就分享完了，不知道大家还喜不喜欢呢？
也希望大家能用这个方法把小朋友、家人的照片、视频都剪辑下来，然后到未来的某个时候再打开来看一看，那种感觉一定很棒。OK， 那最后，如果你觉得这期还不错的话，记得点赞分享。如果你喜欢答复今天的内容，记得关注和订阅一下我的频道。当然，也可以去我的店铺坐一坐，搜刮点预设模板啥的，支持一波。好了，那么这期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